小心。嗯。那么小啊。对啊。我应该还可以啊。哎。先切一半啊。先切一半吧。吃药小姐。好。吃吧。拿一片给你老爸。过来把这一半石放上去，放好啊。跟上次的一样，跟上次的一样吗？倒给我。哎。哎，怎么还有两个轮子啊？还有轮子啊？嗯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发错了吧？那你看一下。我买的时候没有的。有就这个而已。还有两个轮子，好矮啊！短啊！它也调高一点的。哎，我买的时候我是让它加那个胶垫的，垫子。没有啊。这个，再加这个垫子。就是这个垫子没有啊，有两个轮子发错了，那怎么办？要退吗？两个你从来你根本用不到的，如果换是以前的话你还可以用得到，现在你根本用不到。我好像这边好宽哎，调高一点，调到第五个，第五个，哎，